阴阳日月最长生，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双善知识，今天我们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讲解风水学。风水学的奥义分为暖头、和理气、理气之三元九运，暖头就是三行九星，三行在风水学都非常重要的。这为体为用，现在很多很多同修呢也在研究风水学，你们不得不研究风水学它的真禅奥义就是平安学。曾经有人问我，他说我都很迷信我跟我说，张老师你都在传迷信学，我说迷信学也不错这个迷信学已经传了7300多年了啦，迷信7000多年了你到现在来没有人有办法把这个迷信破除掉那你又怎么讲所以我要学佛法，佛法可以破除迷信我告诉你，平安就是迷信你大家都迷信平安嘛，哪一个不迷信平安的？这位先生老师那你讲平安就是迷信，那我就没有话讲而且像你现在家都很不平安你要先信什么佛法？佛法就智慧的法门叫做佛法。佛法，佛就是智慧。智慧的名称而已。佛，法就是调和。我想你囝即摆人多少啊？多少7300多啊？佛造东西。一时无人多少出家呢？他所传出来的话，叫大家要学习八正道、中庸之道。不是讲单来讲，未精未做事业无智慧，
都爱爱过起穿。啊，这厝的人不敢去掉头，去自杀，那你还学什么佛法？我讲啊，第几今仔天第七，好嘛？老师啊，你莫干嘛啦，好不？行啦，你让我骂掉哟。我叫顺口讲，好你害死的，掉头几个啦，更无掉头啦，我就跳落去尔啦。跳落去甲掉头赶快死啊！哦，所以你这我所以我爱忏悔啊！你这忏悔就袂赴啊啦，人伊死啊，你这忏悔，这回事的闹好。哦，所以你真个骗啊！所以你的问题，你有发现到讲，你做事业，你的公司对面人两栋遐尼悬。哦，这20楼热闹，啊，一间3楼，啊，这两手压起来投降，你这做哪有头咯？江老师啊。我不知道，我看那师傅，甲讲说这两栋起起来，伊会左右护法，吼，足欢喜的，啊，逐天起来就徛到遮看这两位左右护法，你看到有一天，那发现唔对，心脏开始无力，心脏无力。啊，头昏目暗，开始来输个跌败。啊，伊只因囝去供庙问神，唔知打一个三太子。结果恁兜两个徛伫门下口，一个乌白无常，黑无常，白无常。黑无常、白无常站在门口，等你要抓恁老爸。啊，所以回来跟恁老爸讲，这间厝已经法院要来拍卖啊，啊，公司工厂嘛已经要拍卖啊。啊，所以他伊阿朋友刚调钱调到尾啊，人起无法了。所以这就风水学嘛，较早原来拢无相信风水，拢干呐讲，哦，我的师傅讲风水无问题，哦，莫相信外道，莫迷信。我告诉各位，嘿，含庙师嘛同款啦，第二莫就莫啦，卖就卖啊啦。哦，所以这咧，就是咱老祖师尊，干呐。5000多年的文化历史啊，也存在的价值，咱爱进一步来研究啊，把它用在当下性、现代性、现实性的问题，好，咱来防患于未然，以其无所生，那就是要用意。至于咱出名头位人去大楼出来好不好，你一定要用意占卦。占卦、卜卦，啊，应爻动来克，表示那栋厝起起来对你不好，啊，你要如何改善？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要转，要有智慧来转。所以大家学易经，做人处处可安心嘛。大家学易经，
家庭圆满一条心的道理。祝福各位。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风水学包罗万象，生人活人都是需要风水学，要注意。回想到37、38年了，那时候我在台中市政府做都市计划测量的时候，有一天刚好他建设局长，我们是老朋友嘛，他跟我说：“张经理，他的岳父的风水且葬在台中市大肚山，那你能不能来帮我们看一下好不好？”我说：“好啊。”我就去了。去看了，首先就看到他的岳父的母亲的风水葬在这个第七公墓，东海大学旁边那里第七公墓，这一个风水在这里，前面刚好别人的风水很强的高，很高的墙呢，像一把刀子往里面冲进来，刻进来，这是做旭山，所以这个刀一射进来，煞年太岁年一来，那就会伤人的两人。那那里张局长呢，用需要他岳父岳母去给安装了，无偌久啊，没有多久，过一年多，他岳父又相继又死亡，突然间心肌梗塞，来不及救就死了，死了嘞，又也葬在那里。他就带我又过去看，去看呢，那个又一样，又是这种方式。前面一个原来市长，陈市长单端董，陈市长因为祖先的风水在这里，那么他丈人的风水，在这里。我这门风水算一算，用悬空哀星、三元九运，还有三煞的运来算，我说再12天会再死一个人，过十二天，赶快救。那我们回去好了，回去赶快选日子给你救起来。我们就回台中市了，先到他的舅子太太的家，他岳母的家，他的二舅子和那个三舅子，三舅子呢在台中市重庆路，住在那边。我到那边一直心里很难过，不知道什么事情要发生，看一下，喝一杯茶，赶快回来，就先到他的二舅子在自由路那里开个汽车零件的这个生意还可以，我发现的就不对啊。
赶快选日子黑心 Q 开。那么好了，不然呢，他们的二舅子的太太，他跟我说，老师能不能先到我楼上帮我看一下，我好好到楼上看。结果楼上呢，一门打开来，上吊，他的二舅子上吊，在孩子上下铺，阿哥哥啊，竟然会吊死，啊脚翘起来，安尼死去啊，喙齿足长诶。哦，我著紧来甲摸起来，我没有经验，赶快甲摸起来，叫铁家都来搞等，要是送他们去台中医院，已经来不及了。啊，这个应该在十二天以内。哦，所以是很难过。刚好第二天又是蒋伟奇告诉我的生日。啊，正常一天去到某西人某在吊头的。哦，有人讲啊，张经理啊，你讲要生日进前，你讲某迄个吊头的。伊阁无包红包互你吼，无啊！我都做工程的人员，我唔捌啥，啊，该救人救人啊！啊，想不了那么多，那无诶，我咧调诶，我安尼我卖调多啊！啊，我诶，我调我卖调多啊嘛！啊，救人还会这样吗？哦，迷信呐！啊，所以这个事情，安尼都安尼应验咯，烧天呢！悬空哀星连煞都来了啊，所以风水学啊，不知道有多少人出过这闷亏。那时候我还没生病呢，还身体还很健康，啪啪走嘞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这个风水学你们要细心来研究，啊，用意可以多沾。那么那一个风水为什么说十二天内啊会在死人呢？啊，会伤人呢、啊？那时候我也没有易经，也没有学那么彻底，只是我风水学悬空理气。学的还不错，啊，后天，理气，啊，连星三煞到了，啊，他的，这个冲煞到了，所以呀、啊，古时候圣人的智慧，并不是一般人现在所说的还有迷信哦，等到发生了你就迷信，来不及了。这样一来呢，这一个局长的岳母，他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啊，他原来都不信的，啊，自己现在也很怕，怎么会这样？自己的儿子，啊，这个的去自杀了，啊，他就到城隍爷去求平安符，对嘞，啊，他上帝是慈悲的哈，上帝没有时间来保佑我。我的水城隍爷离我比较近，啊，求城隍爷贴平安符，地里辛苦。啊，那上帝跟水城隍有共款么？一样啊。所以安心的法门，我在讲风水很重要啊，不要开玩笑，自以为风水不重要，人死了不重要，死人。啊，他不会讲话，但是虚骨头是这是歪啊！啊，虚骨头他不平安啊，这个杨氏的孩子啊，子子孙孙，这心就乱了，意识就乱了啊！一心智一乱啊，什么事情就会发生了，这是不幸的，所以大家要注意啊！祝福各位。
各位为情贤士，各位所望善知识，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要过年了，戊戌千秋，现在已经是10月4号，那么接着就己亥年，今年戊戌年，戊戌，戌就是高啊，高啊就轰轰轰，所以年初的时候，想到说戊戌，戊戌，我一直烦恼说台湾，会有一些不寻常的变化，有一些灾祸会到来，所以在今年呢，戊戌年，我都提醒我们大家多诵经，多诵经，多法会祈福，多做消灾，可以防患于未然。所以戊戌年虽然快过了，还有3个月，这个戊戌还是还没过，所以今年戊戌年到了，轰轰轰！现在我号码的轰轰轰，有没有？有，码的轰轰轰！这个就是，然后不要插不死哦，只要大声细声，那么骂来骂去，自己能够表达自己的理念，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那不是很好吗？若是借着一个小小的小利益，蝇头小利，你来谩骂别人，要来赢得人家投一票给你同情票、可怜票的时候，那你的人格真的比什么都还不值得。我们的祖先真的很可怜呐、所以我们要悟，你不悟嘞，又好像得到一盏明灯，以为你聪明啊？不对，不对啦！所以去年搞是非，所以最近我们有同修又师傅啊，给你呢，轰轰轰那么多，那么都在骂，怎么样？那正常，正常。卖完鸡头啊，卖小帕头啊，君子动口不动手，君子动口不动手，选举也互相骂来骂去，骂去，拢是君子呢，是吧？动口不动手啊，但是呢，你这个君子没有智慧的君子也不好啊，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在上海最流行的就是君子动口不动手，所以在20几年前，我跟廖庆雄到上海那么上海滩那边晚上去看了好热闹哦，突然间看了好几十人、几百人围在那边看，我也做什么？里面两个在吵架，在骂后马哈呢？越来越多喊打，那么喊打，他们很聪明，骂一骂溜了，想找一边去啊，看大家围进来，他就从下面溜了，他又到那边又再去那边骂，在那边吵，又过去了，哎呀，所以廖庆雄说，这个就上海人的专长啊，君子动口不动手。动手的话，拢是输去啊啦！哎，都搞得不一的轰轰轰嘛。所以今年就是有这个情况最多，不足为奇呀、啊！无什么奇怪啦！他们在无中生有，乱骂乱喊，那是在侮辱我们的国民的人格，那也没有办法，天命就这么走。但是呢，很快。明年己亥年，己亥年到啊嘞，第二年到啊，第二年到啊嘞，你怎么办？
啊，低的，美女，你那孩子的教育，你们应该要小心，啊，还那低啊低调嘞，你看到就低啊想损的低啊嘞，无欢喜都牙盆烫啊，所以明年我很怕，很担心嘞，明年年轻的孩子啊，啊，叛逆性会增加，啊，会增加嘞。就会开，有了社会问题就会来了啦。所以我也提醒各位同修，大家认真诵经，多诵经，大家来祈福，啊，祈求社会和谐，家家户户都平安，啊，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嘛，啊，祈求家家户户太岁年，大家发财嘛。啊，原来的灾祸，啊，化为财，所以我写了，啊，明年的这个墨宝，啊，跟各位结缘，还有猪猪发财啊，猪猪发财，每家底下拢在发财，你们发财不？会啊哈，我也运作些来上人，然后不？好，好哈，好。啊，要猪猪发财，度量爱大啦，度量要大，你就会发财。度量要大，人家讲你怎么样，一句半句的，你把它包容起来，哦，那么你就会发财了啦。那啦，大家要跟他冤家大声细声，像安尼弄弄弄的，助阵来帮的，那都不是发财的资本啦。好，大家爱注意啊嘿。啊，咱明年咱爱注意。啊，己亥年千秋，啊，太岁忌亥，解太岁受低的人，明年会有祸。爱注意有祸，啊，意外之灾会比较多祸，啊，冲太岁的灾，冲是灾，啊，坐是祸，坐太岁是祸。冲太岁是灾，坐太岁为什么是祸？啊，你与那个皇帝坐座位，那么咱福报无够，啊，咱往往会犯了一些不必要的灾难来，还有这祸。所以明年啊，同学们大家有时间就诵经，认真诵经，认真念经，啊，你为大家来祈福。为自己家人来祈福，啊，绝对会平安的啦，反而发大财。啊，灾呢，冲太岁，冲太岁，黑的灾。我想到当时，老总统蒋介石，啊，他要去日月潭，韩碧楼住在那边，啊，下午傍晚呢，啊，路过民间。啊，那么部队呢？啊，路过民间的时候，啊，民间恰注意的所在，查你呢，底下都会希望嘛。啊，那突然间看那底下底下跌叮当，那个四会人枪拿下，砰的很细，结果就是一个老伙啊做残人，哎，伊唔知影遐总统怎么来啊？总统就是太岁啦，就太岁。啊，所以啊，在里面放晒啊，那么人要起来要难考，要爬起来了，啊，一枪叫拍死啊！这是啊，冲太岁会有灾啊，所以这个是啊，太岁无灾必有祸啊，大家要注意，祝福各位。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很快的，明年就到了。啊，己亥年，亥卯未，
三煞在西，所以明年修荒你爱注意。很多人修荒不注意，患上不可弥补的缺憾太多，像今年在几个月前，我们一位信徒紧紧张张的跑来求老祖，说他家里连续倒了两个都还没死，会不会死？我说你的希望是怎么样？我希望好起来啊，但是若是好不了怎么办？哭起来了，老师啊，一定要救救我。啊，你要救什么呢？我比一个例子 给他听，就是我们第二届的一位师姐，他家在台北，他住家坐南向北，坐南向北啊，坐南向北呢，选择时间这里要增建，那一天我们在五股工业区上课，我们师姐就过来问我说，师父啊，他的姐姐家后面要拆除要改建可不可以？我说不能，不可以啦，这个月没杀你啦，今年这里没杀你啦，而且是85年了嘛，85年是庚子年是吧，煞男，85年是丙子什么子，猪女啊，煞男你一年都不能动。我等啦，等啦，等到明年啦。阿姨卡电甲因姐夫讲，甲甲因姐姐，因姐姐讲迷信啦，因姐夫啊，我迷信啦，开始咧学到遐尼迷信啦，我学了怎么办？他姐夫就不管，后壁咧，都遐砰砰砰砰砰都去开始拍的。砰砰砰嘞，怕是吓得心动电啦。上一亚东医院，阿哥又救活起来了。阿过几天，因姐夫嘞说，这是呛死的啦，我最近睡眠较不足啦，都怕，又过上一亚东医院过急救啦，之前困较济工啊。以后啊，等下，我们这些，跟恁师姐讲，俺师姐来讲，恁大家讲，去上课，大家讲，我唔好动啦，不要动啦，恁这是捉天气的啦，唔相信啦，若是再一次就完蛋了。经过无偌久，又个开始个卡啦，个卡呢，这下都将永远都未叮当啊啦。做全都无救就死啊啦！阿廖就问我师傅，因结婚要咩做啊？死也不要做，死给你烧嘛！安尼尔嘛，阿摆都都气都无要紧啦嘛。阿嘛是要一个凶人，开玩笑啊！三煞连三煞足厉害，连三煞真严重个问题。所以今年这里个戊戌年。戊戌年东南方三煞，西北方太岁，你太岁绝对不要去摸它，
还三个月进来这里没有事啦，啊，所以这么多年来，我好像信中在听，甲考甲呢，平安毛毛毛啊，本来我的平真尖呢，啊，这考甲平安毛的，煞变快呀，安尼快歹看我，嘛未歹看吼，哎呀，变做西亚平呀。啊，师傅，安尼知无？知，西，西就西亚片嘛。啊，迄拢是从科学经验出来啦。看是上呢，哎呦，那安尼哈，甲你讲讲唔听，哎呦，你安尼，哎呦，足气诶。啊，这有时候吼，我们要帮人忙，帮不了忙诶。哦，有的叫随顺因缘，顺其自然的啦。啊、哦，所以这里呢。太岁要不要过？今年戌方啊、东南方、辰方啊，拢、是爱注意。哎、而且戌方在北方，因五顺，因五戌，正北方，正北方那就很麻烦。三煞那丢拢三个，拢三件。三煞拢三惊，哦，这里呢，我印证这么多年来，拢一个经验，所以我是经验分享，哦，我正道过啊，啊，给各位正道分享，那无呢，啊，莫名其妙一个丢丢啊，啊，迄个就无太啊，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啦，啊，恁学得越多，恁的平安就是我的平安，恁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啊，我的幸福，嘛是恁的幸福，大家共同社会的幸福啊啦。啊，所以咱若有安尼想法，我相信无罪过啦。啊，那么希望各位同修，会记得每年开始啊，啊，孩子爱注意。这一节咧，我也特别来甲各位讲明年诶几年，是吧？孩子。因缘果报啊，曾经那里啊，国家在当时呢啊，那先总统啊，蒋介石的时啊，总统府啊，那个总统府都这大道啊，这北玉女。好，那么总统吴志刚，那个老总统啊，要回去树林官邸的时，啊车咧伫中山北路啊过墙顶遐，啊车咧一台开车，甲总统车甲弄咧，那迄个时阵爱枪毙咧，啊但是总统伊无，伊第一声讲，谁在总统府乱修？马上打回去电话我看看，结果面头前别一年加班起来做一个做一个底下，做一个词，刚好迄个人刷腮刷裆，刷裆，就马上听起来，含总统府，你若摸唔到伊，灾难嘛到啦，总统偌大，皇帝偌个，叫天不国，天地上大啦，好人。拢是一个微尘粒而已呀、啊！祝福各位。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双善诸士。我们学道，尤其以中华文化道统，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的一个上圣心法。啊，所以刚才我们所讲的，啊，为各位阐述的那些案例啊，若是你知道了，可以保护自己。
你的工程还没做好就伤到别人了，那个真是没有智慧耶。啊，一家人都要平安。而曾经有一位修行人，自称修行人，啊，穿着修行的道袍，啊，来跟我论道。我说不要论了啦，啊，还有道怎么回论呢？道无道可论啊，因缘果报，还有什么论？啊，你居住的环境就是道。你居住的环境不对了，你庙堂若是错了，莫压力偌高啦，修什么行？哎呦，磨磨骗骗，骗众生的钱啊，吃众生的钱，还在跟众生胡说八道。我讲讲起来足无欢喜啦。伊讲你张老师，我看你的人格才有安啊，啊那些讲话这里错了。因为我是台湾的学习宗教的人，本土宗教，所以我讲话拢足痛的，拢足直的，好就好，歹就歹。啊，歹我甲你讲好，我会害死你；那好我甲你讲歹，我嘛害死我家己，嘛害死你。所以这位修行人，伊讲好啦，安尼我知影，我误会了。有时安那也。啊，公庙，家未平安，内底无人带会条，来带两工啊，啊就走，包括伊嘛要出去，伊嘛要走出去啊，很简单，我哩厝对出去，啊人两巷仔中，巷仔全一工风全射入来。你的庙那宫那带会掉，啊！伊咪讲，人讲神无要紧，对哇？你带个神，啊！伊目睭够逆一目，目睭金箍箍看目睭啊，看头前行啊，看行啊，刷得要来啊！哦，安尼啊，个系啊，安尼我看伊啊，得要甲伊拼。我神都跟他拼，你人你要跟他拼，你哪有可能？所以啊，啊，那伊就甲我讲安尼，老师啊，安尼我要安怎呢？迄就是安尼，公庙在这里，门阿家门冲嘞，冲到对面这里吃细米汤。我哩每四年一灾难。啊，这个修行人讲，圣僧没有错。每四年一个灾难，每四年山煞到位，煞到对面，太水冲到位，灾难钉钉塔塔。哦，伊就认真做法会，认真去上经化煞，啊，都去问通灵的。讲以后作些孤魂幽灵要来救度，我胡说八道啦，行啊煞，风水学，啊这里罗枪煞去，哪有什么，要救度？你家己度未去，要度啥人？我讲讲个呢，足歹势，我讲话较无水准啦，因为我就无用个骂吼，
伊未接受啦。啊，我讲你是很简单嘛，你这门只卖开嘛，门开只就开只来嘛，啊，有嘢都好嘛。啊，门安开安来，即栋安尼，安只卖都好啊。哦，那需要的啊，无地无告。啊，就修行道场呢，因为老师啊，我知啊，我这样门口啊，刷过，安尼就好啊，刷过就平安了啦。啊，所以公司工厂徛街面头前行刷，任何人都站袂条。三刷你，那回到遐，你都站袂条，不是祸就是灾。灾祸连连啊！这就是讲，祖师留落来的真禅奥义啊！啊，所以老祖师尊啊，出广长寿相，不厌其烦啊！无论你是道场，还是修行人，这拢不能开玩笑的啦！啊，都要有智慧，要谦卑学啦。多啦，啊！所以中国佛教原来差点灭，也是啊清末啊，啊那时阵一个虚云老和尚，啊虚云老和尚呢，啊看了所有的咱中国诶一挂庙啊道场拢冷呀，所以伊到处去看，啊看看呢唔对。啊！即该拆的拆，该改的该改，该去的去，补充的补充，啊！才把佛教稳下来。结果咱即摆作者佛教，啊，唔知饮水思源，啊，都在讲啊，恁研究风水咧，学习风水是外道，没有究竟。那么你哪里究竟？你那无虚云老和尚，当时当时甲你捞这里、個，啊，这里法宝落来。那有可能诶，今日会安尼，这么好，好人好在修行，唔知好知恩感恩报恩，还在遐在骂古圣先贤不究竟，所以我无希望咱维新弟子大家，我们要追根溯源，要有智慧，你走平安，社会走和谐啦。一个哩，明年己亥年、三煞年，以我们所学的，我们防患于未然。与其无所生，就是要用意啊！祝福各位。